很久没有换片头了，我是小莫，这是啾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好热啊，这么热。Yeah.
后单嘞，我就没油箱了，就给它贴过来了。有鬼大餐啊，真有鬼，操！是真快呀！踢回去了，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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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逼了兄弟！踢了踢上路，踢了踢了。嘿嘿，起飞起飞，命石三个格子，但是这三个格子的属性加60%还80%，效果，这三个格子的属性加80%。救一下救一下，
别，让我打着我 A 人。你别包我，我本体如果变出熊的话，可以不用管我的。你让我 A 人。给我熊没装备啊，我是本体的。不断吧，应该不断吧。啊，数值怪啊。太数值了吧，我操，太数值了吧，这也怎么会这么数值啊，我操，这也太数值了，我操，怪不得比赛他妈的打不赢啊，这德鲁伊真的看不懂啊，太数值了吧，太数值了，太数值了。妈，多久没？干嘛呀，追着送，太数字了，真的太数字了。比赛再来一个人给提供个吸血，这英雄不知道怎么死，好吧。操，还好吧，我们阵容玩德鲁伊还可以的，这阵容如果玩的是个什么有很多人，他这个打辅助，他不，他就是拉全野啊。刚才这个就是用雪球来躲技能。买一下视野，这个孽子有机会。九九加一下攻击，毒球减速，
芯片。这个位置有个视野，我先把这个视野关了。屠夫想勾人，把自己拉出来了。哎，完了，要死。不过我买了遗产。我看到，我为什么知道我要死？因为我看到我 buff 栏上面有一个那个火枪的狙击镜，金钱是不会扣的。这个 PA 可以杀，那这个太跳了吧？太跳了。队友动了，四秒 T， 两秒，带滚。飞过来，拉一下队友，啊，一拳搂飞，然后开门，追着打，拉下1200的经济球，我感觉有说法，最后了，我要传球，这怎么死的？他这个酒友好厉害，那酒友感觉跳刀都不用出了，跳刀。踢回来，踢回来，雪球无敌滚，走进来啊！走进来，插一个对面的塔后眼。感觉在找我了，没关系啊，他找不到，我藏得比较深。我再等一会儿，我把人再踢回来。回来吧你，雪球啊，酒友拉走，跳过来，酒友拉走，打飞，带队友吃个秘法，三秒跳到。飞不到吗？这边有视野，我没眼。哎，还想杀我？回家。
踢出来一个打飞，来个秘法，跳踢回来，雪球滚接过来，感觉我走不了了。这个是技能机制，他就之前出了个点金 bug， 他都修不好，你指望他能修好？火枪手踢回来，滚过来，接大招，挡下，来个针眼，飞踢雪球。打飞，这个酒友还是有意思的。所以我们海明学会了没有 ？Hello， I'm Sumia，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